哎，我们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。对的，《沙漏》虽然是一首比较柔美的歌吧，但是它表现的就是女性很坚强的意志，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酷飒。嗯，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来，然后我们这边是跳舞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因为我没有给你留唱歌的余地。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让工作人员帮忙留出一个跳舞的空间。我们把这张椅子搬一下，还是我们先稍微挪一下位置好了。往后面挪一点吧，对，往后面挪一点就好了。 OK， 舞台灯光音响全部准备就位，然后现在我们把舞台交给张宇哥。掌声欢呼声，谢谢。